你来，是我。司徒医生，你快过来看看沈先生。你看看他怎么了？他昏迷了一个晚上，他浑身冰冷，你快救救他！求求你了，米兰，你别担心，他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，我有经验。你快救救他！你别哭了，他只要睡一觉就好了。我现在带回去休息。 我得先去趟医院，扶你回客房休息下。 我要守着他，也行。 他眼睛看不见呀，家里多了个人，还真有点不适。
谁？小兰哥是我，我来看你了。二小姐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怎么就不是我该来的地方了？有你在，我哪儿都能去。您别这么说，我受不起。不听我进去坐坐。 二小姐，您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你昨天吼我了，我担心你会自责内疚的睡不好觉，就过来看看你。谁知道你睡得还挺好。昨天一时冲动，放肆了，我给二小姐赔罪。哟，现在冷静了，白二郎又要夹起尾巴了。我倒是挺喜欢你偶尔放肆一下。 二小姐养狗习惯了，喜欢把人比喻成畜生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我也习惯了。我给你赔礼道歉。坐，我给你煮了饺子。 尝尝，是小桃做的吗？是谁做的不重要，这是我的心意，快点吃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小兰哥，你说你跟我回金家多好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就让他们变着花样的给你做。 你说你干嘛非得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这么个小地方？整天冷锅冷灶的，怎么满屋子都是铁栅栏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又和池山鹰干多了缺德事儿，怕仇家上门报复啊？你说好端端的，把自己的家弄得像个监狱似的。 你又不是犯人，这哪是正常人过的日子啊？你跟我回金家多好啊，干嘛非得给池山鹰做走狗？够了！我就是池山鹰的走狗，我在你金家不也是你金家的狗吗？在哪儿不是狼狗？小梁哥，你误会我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这就是监狱，我就是个囚徒。二小姐，金二小姐，还请您高抬贵姓。 离开我这牢房，回到您的金窝去。小梁哄我。林一良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哄我了，如果还有下次，我。 Thank you.
沈先生怎么又睡了？他现在身体大不如以前了，要多休养。再见。那他不是可以喝血吗？米兰，你知道老沈不是正常人吧？我知道呀，但无所谓。那你为什么还老围着他转？你是真心喜欢他呢，还是你们各取所需啊？我不懂。我也不懂。之前还说你在众多追求者中最有趣，后来就因为牵扯利益关系，说两个人之间就不纯粹了。女人真是太复杂了，为什么就不能都像我跟老沈的关系一样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他想要体面的生活，我就给他体面的生活；我需要很多钱，他就给我很多钱。我们彼此需要，谁也离不开谁，这样多好啊！你呢？你也需要钱吗？我不需要钱。那你需要什么？你也需要老沈。老沈也真是的，之前还说为了你的安全不能把你带回来，现在就直接把你领回家了。难道老沈也需要你？不对啊，你们俩彼此需要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想干什么？米兰，米兰，你出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。我给你念念。豪门盲女痴恋报业大亨，竟在淋雨之地一吻定乾坤。什么花边小报，瞎写什么呢？小报，海东日报确实是小报。现在这个新闻可是传遍整个海东了。等米老板从南方回来，你准备怎么和他交代？不需要交代。哦，小恩人够仗义啊。这么说的话，米兰是你这辈子的救星，那个厉英良是你这辈子的杀星，不对，还有我呢，我也是你的恩人啊。你是我这辈子的散财童子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说到散财童子这个事情，你闭嘴。你。喝牛奶。我不想喝。不允许拒绝，全部喝光。
米兰，你怎么这么听老沈的话？沈先生好，好。沈先生好，沈先生好。好，继续工作吧。好浓的油墨香。嗯。看。对报社感兴趣？第一次来，很新鲜。嗯。沈先生，你为什么要办报社？来。感受一下，好像很多个诺字拼在了一起，坑坑洼洼的，很坚硬，有力量感，再试试。像车轮驶过坑洼的地面，然后呢？力量越大，感受越深。这就是文字的力量，它是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武器。我不敢妄言可以启发民智，改变社会，但是这也算是可以实现我的抱负吧。沈先生，你有什么抱负？这说来话长了。沈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米大小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跟我来。他就是报社那个。这不是老干多了。警察局的事，你不应该带着报社的人以身犯险，这是你作为经理的失职，害得大家为了救我遭了大罪。这是给他们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也有你的。你真是天下最好的老板。家里那墓还需要麻烦你爷爷，该修缮了。您看我这迹象，只是我治老而已。还有就是赤山鹰的事情，这个人老谋深算，不得不防。你的人替我盯着他，但是千万注意安全。好。那我先出去了，沈先生。等等。解释解释。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别人家报纸都当了，我们不登，那不亏了吗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们不登，那是不是反而显得我们心虚了？我看就你心虚，乱想什么？你也不想想，人家米兰一个女孩子，怎么能让人这么随意编排？我不介意。你看看，那也不行。米兰小姐是为了救我，并非如标题所写。做新闻的人，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，以探究事实、不侵略者为第一信条，刻画叙述不易不漏，尊重彼此之人格，以守绅士之态度，怎能人云亦云？好，那我一会儿出去，翻不下去，不等了，马上撤了。哎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你还想干什么？哎，那我出去了。
米拉小姐，再见。出去。你笑什么？好吃。不像好人呢。穆小姐，请用茶。池都里，我这次是为了你们海东那名叫沈之恒的怪人而来。听说他能力超乎常人。这个沈之恒啊，还真是神通广大，在海东地区声望极高。我们用了很多办法想要抓他，都让他给跑了。没有关系，等我了解事情的全部情况以后，我试试。但是穆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师出无名，我觉得我还是以配合调查的身份留在这里会比较妥当。我也希望您能给我派一名了解此事情况的人才好。那我让厉会长配合你吧，可以吗？厉会长，我可以。穆小姐住在哪里？可有需要厉英良帮忙的地方？厉会长还真是热心啊。沈之恒真的非常厉害，我看穆小姐。他说他有对付沈之恒的秘密武器，就凭他？沈先生，有人来了。沈兄，来了。你又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啊？米兰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是什么？你拿这个。这叫九连环，然后它有九个环，你要把它一个一个拆下来。这个是测智商的哟。好。沈兄，我刚来这里之前好像看到沈公馆外还有监视的人呢。池山鹰和厉英良都不是好解决的角色，当然不会善罢甘休。那你干嘛不直接把这个厉英良给？厉英良虽然可恨，但他至少不欺负穷苦百姓。杀了他换一个人上位，海东不知道会有多乱。这样能解决问题？难不成你还真想当救世主啊？威廉，以杀止杀，以暴制暴，是毫无办法的退路。怎么，作为一个病人还不能有点追求了？能，你做什么都对。你跟我来。米兰，
你在这玩，我和威廉有事说。好。米兰的瞳孔有变化，我亲眼看到的。这是不是说明他当时看见你了？我猜的，这应该和我的鞋有关系。那我得去问问他，万一他真的看见了，那说不定盲人复明的易学难题就能被攻克了。你想想，到时候得有多少盲人排着队等着喝你的血？得正经点。那不如我们先做个测试。什么测试？血的测试。米兰，嗯，把这牛奶喝了，早上你忘喝了。我早上喝过了。听话，再喝一杯。嗯，蹲下点。血的味道。居然喝完了，沈先生，我能看见了。又看见了。我知道，但只有一下下。我又看不见了。我也知道。光吗？一点点。这里眼睛是一样的吗？嗯。今年多大了？18岁。我来的时候问过他，他这个是从出生开始便有的眼盲。你的意思是？像他这种先天性的疾病非常难治，在现有的医术条件下几乎不太可能。你怎么不问问我，能不能治好？如果能治好，你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可是刚刚听你说话的声音，好像并不高兴，所以……没关系的，沈先生，你不是跟我说还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看到吗？就算是片刻的光明，我都觉得很好了。我不想瞒着你，米兰。我的血应该可以让你暂时恢复光明，但那无异于饮鸩止渴。人病了，终究是要治本，这不是本。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喝血？不能。我知道了，以后都听你的。
他们人呢？就我有点失误。李会长，穆小姐有备而来，厉某人真是心悦诚服啊。戏法是变得不错。不好意思，穆小姐。没关系，我们换个地方聊，这边请。沈老板，沈先生。嗯。我喜欢祝英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回家，他喜欢梁山伯，我觉得他很勇敢。你和他一样勇敢。那他后来考上状元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回家以后，父母逼他嫁人，不让他读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女子，那个时候女子读书都很艰难，更别说考状元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要好一点，但是女子要做成一番事业，要比男子付出百倍的艰辛。但是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那她之后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吗？算是吧。虽然她死了，但是她和爱的人在一起了。如果让你来写结局，你怎么写？我来写结局的话，我应该不会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死啊，所以我想跟你一起活着。
在心里，许多痕迹，是人来人往，雨落风起，不停语气，不停回忆，步履身不由己。哦，痛在这条路，不同的背负，不同的去处。哦，不同的脚步，同样在追逐，不同的归属。相扣